大家好，我是陈晓。这个七夕我为你准备了星期小礼物，只有你能够让它成为今生无人不晓的往后。珠宝将比利时王室珠宝 Lesson 引入中国。这个七夕我为你准备了星期小礼物，想要的话就赶快关注来生通灵官方微信及来生通灵官方旗舰店。8月20日宁波颍州万达来生通灵，我们不见不散。